是答案，解答了陌上青涩如初的感情观。你是答案，让每一个小心思都糊涂被揭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riday 音乐的潜力新生王丽媛。在11月4号，我已经推出了我的首张同名全创作专辑。那这张专辑包含了我3年的心路历程、我的感情和感情观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支持我哦。想多认识我、听我的音乐，别忘记到 Friday 音乐搜寻王丽媛，或是王丽媛首张同名全创作专辑哦。那想知道我的一些日常生活和最新资讯，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搜寻王丽媛 Rainy。 找到我了。